我哋睇见朱室入门有少少玄关啦，呢度就一个长形嘅厨房，个厨房就一个不规则形嘅，咁基本上个台面系够嘅，然后呢度做调味料架，调味料架摆嘅话真系有少少特别，咁呢个就有明火啦，两个水龙头，一个大窗望出去山景，比较暗少少，呢度有个工作平台，然后呢度仲有个工人房，位置几好嘅，同埋佢有窗嘅。有顺住呢度行咧，就一个长形嘅大客饭厅，楼底就三米。呢度露台就比较大啦，仲有一个隔音屏啊。呢嚿嘢用处 OK 嘅隔音，下面就元朗大马路，望出去就一片山景，其实几舒服嘅。顺住走咯，行就分别就一间浴室啦，有窗嘅，另外就两间睡房。睡房呢边都有一个叫隔音屏，但佢有个好处咧，就个隔音屏做咗窗台上面，咁面上嚟讲就好少少。然后呢度就新元朗中心，旧少少。呢度入嚟就系主人浴室啦，浴室嗰边就系三件套，基本上就洗手盆、坐厕、浴缸，同埋佢有窗嘅，呢个几 wonderful 嘅。再行入嚟就一个主人房，呢边预留咗一个位置做衣柜啦，然后有个侧窗，然后都有一个落地窗，同埋一个隔音窗。咁下面你可以见到车嚟车往，但系成个单位俾我感觉几好嘅，因为视野够晒，开阔啦，同埋声音嗰度隔音都几好。成间屋855尺，三房套，1120万入场，你觉得发展商有冇卖贵到？欢迎留言话我知，拜拜。